本能会对婚姻有恐惧吗？恐惧，我没有觉得婚姻不好，我觉得婚姻很好，但是你没有办法确定两个人可以一直白头到老，我觉得这个很可怕。对于我来讲是会是慌的。所以现在的你很难开启一段感情哈，比较难。自从夜光剧本事件曝光后，一时间王鸥和刘恺威陷入了舆论漩涡，甚至怀疑杨幂同刘恺威不和就是因为刘恺威出轨造成的。小三的帽子一直扣在王鸥头上，给她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影响。近日王鸥在一档访谈节目中首次聊到了自己的爱情和婚姻观。因为小时候受到父母总是吵架的影响，她在节目中坦言恐惧婚姻，表示婚姻没有什么不好，只是自己不能确定两人可以一直白头到老，自己没有办法接受婚姻失败。在聊到对于夜光剧本事件不再解释的原因，直言误会这种东西已经不那么重要了，而且这个行业本来就充满误会，表示自己一个人都已经走到今天了，不会轻易被几句话影响。其实早前王鸥已经多次回应，但都被各种曲解，后来因为影响到了家人才又出来正式回应，没有介入他人婚姻，和刘恺威是同事，也没有婚史。